为什么让大家上香？很多人对这个话题抱着一个什么排斥的心态？就是现在全世界都讲环保，不让上香，不让上香，你这还提倡上香？为什么要请大家上香呢？你将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宫殿顶上，是否像我们古代的宫殿有个大伞盖、宝盖？这个宝盖哪里来的？ 说是你下面的六合墙都有，顶上就没有那个宝顶，就没有那个宝盖，什么原因？你缺乏建筑这个宝盖在你的这个五行宫殿里面、五脏宫殿里面的材料。这五行宫殿、五脏宫殿的建筑这个宝盖、建筑这个顶的东西是什么呢？ 你们都会念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它必须是熏香熏出来的。你点多少香，你这一辈子上不上香，点不点香，你能点多少香？你不点，你将来你这个这个华盖，这个你的房子就是一个这样什么装饰都没有的，没有华盖的一个房子，没有宝盖的一个房子。 五藏神庙是没有宝盖的，上这个天地人三才宫殿是没有宝盖的。将来你的净土世界里面也没有宝盖。你今生不上香，你将来成佛了也没人给你上香，这是因果关系。你没有这个香做这个材料，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。你不给佛塑金身，供佛金身，你将来就没有金身。 你就是只能是一一谈气儿，一谈光，你没有精神。所以大家这个供养之道不可废，这就叫要在一物。所有的东西从显态世界，趁你现在有钱，你们大部分是高级白领，没事早晚三支香一定要上，不单是要供自这个诸佛菩萨，还要供土地。 土土地是你将来你那个，呃，什么时间叫不动地？那是土地管的。你今生你都不供土地，你将来你的那个怎么成一个监牢地神啊？我们古代的修行啊，重视这些供养之道，都给你做准备的，都给准备给你盖净土，给你得地的时候。 给你建宫殿的时候准备的材料啊，你现在有条件不去做，你将来你拿什么去做啊？你告诉我，有钱你去吃了喝了完了，你倒不去拿来供了，拿来化了，化了由有,有形化成无形世界的物质，将来你建筑的时候是要用的。 啊，为什么不要供化学的？化学里面没有，它只是用化学香精勾兑的这个香，它这个不是那个纯真植物的。那这纯真植物它都是香料，你烧的都是香料，它只不过弄成粉儿了。他是说你烧了以后上面有那这个香精，它是干什么？香精它是用那个，呃，那个石膏粉儿，然后聚上去以后，那纯是它会烫手。 你们出去买香，你要注意啊，注意不要烫着自己，是真烫手。那这个植物香，你就弄上灰到手上，它不烫。啊，那些外面喷香精的香，它点到你的这上面就是一个水泡，啊，就是一个水泡。所以它它这个有差异的，你为什么它贵？它贵贵在这儿，它纯是天然香料，它根本就不是那个什么，就不是你的那个那个滑石粉儿。 花式粉儿，它烧热了，它这花式粉儿，你看我们这个经营经营纸，他们这个工作人员去那个进香的地方，人家说你要什么味道的啊？玫瑰的，拿出一个大桶来，冲着一堆香，噗，是吧？玫瑰玫瑰香精，不是植物的，还是化学勾兑的。 啊，他这样，他就是进的都是化石，然后你要什么他喷什么，所以你出去买什么什么自然香什么的，呃，三块多，什么五块多这种，这全部都是化学香。化学香你不单没有香云盖，你还熏死佛菩萨，杀死佛菩萨。为什么？你在给他吸毒啊！你画出来的那那个，不单你这个对佛菩萨不敬啊，你这个家人呢、啊？ 也完蛋。为什么这个你在家里点啊，孩子啊，老人啊，他这个肺不行啊，伤肺呀。你点化学香啊，所以不要买便宜的，也不必要买太贵。你真有诚心、经济能力，你可以买贵香。呃，贵是因为那个香料不同。那但是你至少点那个便宜的，但是香料做的，香料做的。所以这个我们我找了很多，全世界找了很多。 啊，包括台湾好几家自然香厂，我去了，发现都是化石的。为什么一点到手上起泡？啊，那这个找这种这个香料做的，它不会起泡。你们可以试，啊，有一点温，但是不会起泡，甚至有的它点上去根本就不热。为什么灰它热啥呢？它都烧尽了。 这要上这种香，千万记住，劝自己的亲人，劝你们自己，上这种这种的香，等于说变成物质了，有形物质化成无形物质，将来为你所用。说是我们以前叫供五脏神啊，说为人为什么要吃东西啊？五脏庙，你看老辈子说五脏庙庙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六合的五脏庙，五脏庙庙里面有五脏神，所以是你到点要吃东西。 我们参神法不就是这个吗？参五脏神，为什么他要吃东西？你不给他吃，他饿得慌。所以是一个参完神，你基本上吃饱了一半了。这个要供里面的五脏庙里的神，这就是你的五脏神。五脏神呢，在阴跟阳的前提下，还要靠后天能量的供养。说你还要吃点东西，吃东西吃什么？吃香气，记住，你吃的所有的饭食要色香。 味儿俱全，通过舌头吃味道，通过鼻子闻香气，啊，然后通过眼睛看色彩，这是吃饭的窍诀，就是眼睛要看，不要这边看着手机，这边吃，啊，这就是辐射，然后给神搞辐射，啊，这个就是他也不高兴，说你整天烦躁的很。 啊，心浮气躁的很，因为你吃饭都搞辐射，说是你看着那个啊，黄瓜是绿的，茄子是紫的，然后土豆是黄的，哎，看着色吃，啊，不是让你看人色眯眯的啊，有的人看着色，啊，看色是菜的色，看菜色，色闻香，说是你们少吃杂菜饭，吃杂菜饭必须是刚刚炒出来的。 啊、哦，说吃面可以，那个香味儿刚他给你弄出来的，色香味儿味道还要咸淡适中，吃着嘴里想吃，开胃啊！不要是有的人劝我吃素，我说你省省吧，你那个素我不吃，为什么都吞不下去？什么味道没有，咸味儿也没有，还甜不拉几的。你说甜吧，又不是真甜，啊，这这根本没办法吃。那个色香味味道五味都是翻的反的。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能把它做的那么难吃，想都想不明白，还拿出来人给弄弄给人吃。所以你们吃饭要重视色香味儿，这是五脏神、五脏庙。五脏是什么？五脏神就是心、肝、脾、肾、肺里的神。啊，五脏庙就是神殿，神殿里面都有神啊。所以是你要用香去熏它，啊，那么用各种各样的香，香有五种味道。 所以是做香的人都懂，那么他懂的就要用五种味道去做香，啊，那么对应着你的五脏庙供香，供自己的神，啊，供颅脑腔、胸腔、下腹腔，供这个自己皇庭里面的那个不动明点儿的那个不动佛、化身如来，啊，我有时给人家调理病，这个调理太多了，浑身哎呀不行。 这个光气都散的差不多了，我给自己来一绝招，干什么？给自己上点香，啊，好用，马上五脏神就活过来了，哎哟，补充的特别快，对吧？五脏神这个三丹田的上中下三清圣祖，啊，你将来这个元于圣练成了，都是三清圣祖，体内五脏阳神，还有五脏真神，五行五五这个五方佛。 都需要供香，所以是大家要记着，开始学着供香，啊，那么供供养上界的师傅们，供养土地，供养自己的五脏神，所以说供的香一定是你喜欢闻的，并且没有香精的。我去香呃这个台湾进香的时候，找到这个一对夫妻是很老实的人。 这个他这个太太供了一尊观音啊，这个观音会跟男主人沟通，他不是说话，说话就吓跑了，他是这个心意沟通。这个然后有一年他给观音上香，这个好像看到观音摇头不要他的香，他、哎、就用心问观音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好像不太喜欢我的香。”他说：“你这香是有毒的，啊，你不单我不喜欢，所有神明都不喜欢，它是制香的。” 所以他，我们到他那香厂，他拿出一大堆那个化学香精，说这个你知道可以制五吨香，就这么一桶香精可以制五吨香，这这你说那个香多撇呀、啊，不就是化石粉吗？化石粉喷香吗？那往里就是都是他以前赚了很多这种昧心钱，啊，后来那一年观音跟他讲说不要再做这种香了，啊，完了以后说你就做这种香，你要用三倍的。 将来做三三在生死轮回三三三次还这个债，他就怕了，怕来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那我怎么办？”关云说：“你做那个真正的香，按照古代的这个香谱来做香，那这个那这个可以利益人天，利益鬼神，利益众生见啊、哦，他从那儿就改了，不去做这个便宜香了，他就做真正的这个植物香，啊。” 香料香，结果他做呢，这个吃不了饭，为什么？人家这太便宜了，人、哎、家那个那那个一一桶一塑料桶可以做五吨香，那什么的什么成本啊？你就去采花石粉来弄就行了。啊、哎，那这个他自己用香料什么，特别那些檀香啊、檀香木啊，什么那些香料都很贵，他挣不到钱。跟观音倒过，啊，说观音菩萨，你不行啊，你这教我的招，我要饿死了。 没有没有人来买我的香，观音菩萨说不要紧，过两天就来大单子了，啊，过两天真的，这个台湾佛光山找到他们了，啊，也是这个星云大师慈悲发现，这个不能够再用这个化学香供佛菩萨，不能让信众受化学的这个香的污染，说是派人去找他，你像佛光山用量多大，啊，所以后来他给佛光山给海涛法师做香，啊，他们都是。 要求必须是植物香，啊，必须是这个有香料的，不能用化学的，啊、哦，所以后来我们又找上他了。但是这个一货难求啊，我们这货很久发了很久，为什么没货？<laughs> 催他，因为我选的香我们是有尺度的，这些香比你们在市场上买的都长。那这个香我要求尺度是多高，然后还有必须点点足半个时辰。 就是我说你要少时辰少点儿，我跟你说，鬼神找你算账不该我事，他就不敢。<laughs> 现在你们都拿这么短的香糊弄婆菩萨，我给给你点了，结果烧十分钟没了，啊，那一炷香佛菩萨来受香，鬼神来受香，他要受半个时辰。古代的一个香的标准就是点要点上半个时辰，就一个小时，你敢偷工减料啊？ 说他说我我不管，他说呃我不管。他说别人都是要求多少尺寸，我说那个跟我没关系，我要我要你这个尺寸。你看我们的立香全是一个尺寸的，为什么点起来刚刚你试保准是超过半个小时呃一个小时，啊一个时辰是俩小时，要半个时辰就一个小时以上。说大家要学着慢慢，你们是佛密课程的，你们是高级开始往中高级层次走了，要懂规矩。 这也是基本的礼德，并且要学着共享。有条件的家里，在佛密二级往上，你要开始设，因为你要上上供下求啊。这个呃不是这个上供下施，你向上要供佛菩萨，向下要供土地神，要供六道众生，所以这个叫上供下施。 对吧？上供下施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家行道啊，这是资粮道的修法，就是佛密里面你必须要学这个东西。你没有这个，你没有资粮，你没有成佛的资粮，也就是说你没有钱，你没有，就像行军打仗没有军粮、没有武器、没有钱财一样，你做不成的。说这是资粮道，资粮道的东西你不具足。说现在人很多，这个我这几天接触的。 今天来了一个这个这个六十岁的一个一个同修，他的这个苦诉这几年一塌糊涂，什么都不顺。为什么不顺呢？去了一个这个风水师，告诉他天公炉不要供啊，天公炉给扔掉了。然后说土地公公这个跑四马路去那个什么。 呃，上香，外面一个不认识的人跟他说：“你们学佛的人不要供土地啊，土地回去都要把它丢掉。”然后他回去把土地也丢掉了，啊，上面天公不保佑，下面福德正神家里饿得哇哇叫，干不成活你说这样他能好到哪儿？ 啊，家里正神没了，邪领导来了，还找了个什么牙龙什么的个师傅，开了一个观音像给他。我一看，我说那哪有光啊？他说是没有光，黑乎乎的。但是他供了好几年还，还说大家要争点气啊！我为什么要开佛密课程？我希望你们都成大师啊！ 啊，你们都成大师了，这新加坡人就很多人就有福了。你们去帮人家开一个光啊，劝供个土地呀、啊，劝供个天宫啊。呃，可惜你们很多人都自己不供，你怎么劝人家？啊，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了。跟老师学都不学个全套的，学个半套功夫，啊，所以说自己要检讨一下自己。有条件要好好的，呃，这个以前唐朝为什么富有，就是家家。 观音菩萨，家家户户土地公，上面这个我们现在的标准佛台是来自唐朝的，上面是给你供神明的，下面供土地的，啊，天宫炉也是来自唐朝的，就供玉皇大天尊的，悬空挂在外面的，或者是在院落里面，呃，这个有地地产的，他弄一个天宫炉放在外面供，这都唐朝建制的。 那个时候盛唐多么兴盛，我们中华老祖先，那现在丢的，你像这个都没有了，很可惜、啊。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这个我们提到五脏神的时候，你要给它供香。累了的时候，实际可以闻香。以前它这个有卧香，啊。 文人雅士，他为什么弹琴呢？写书法要弄一个香在那儿，所以是这香一起，体内神明就活了，灵了。这一灵了，他那个书法那个字就灵了，他那个琴弹着就完全是无意识的，不用人的主观意识，已经是灵感在弹了，他就灵了。所以说，你才知道他是供了五脏神，供了自己体内的神明神灵，然后灵起来了。 说是人家这个要写书法的时候，先拈香，啊，天地连通一下，然后五脏神请出来受受香，然后再去挥，挥笔，啊，今天都把这些东西都丢了，啊，芳香开窍啊，你这一点香，体内的垃圾也都跑出去了。